记者会即将于1分钟后开始。记者会即将开始，现场请准备。5、4、3。大家早安。第11号白鹿台风目前的位置在台东南南东方大约180公里的海面上，暴风圈在稍早7点的时候已经接触到台湾恒春半岛的陆地，预计未来还是朝向西北西的方向，逐渐进入台湾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的陆地。那目前还是针对花莲以南以及彰化南投以南的地区，进行陆上的一个警戒。那在整个接近的过程，在东半部的风雨已经开始明显的增强，在兰屿、绿岛都有出现14级以及12级的强阵风。那在逐渐通过的一个过程，受到地形屏障的影响，西半部的风雨大约要到中午过后才会逐渐的增强。那整个中心大约会在中午或中午过后逐渐接触到台湾本岛的陆地，下午之后会离开，下午到傍晚会逐渐离开台湾本岛陆地，到了明天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就会逐渐进入到中国大陆。所以以整个这样子的情势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风力的部分，刚刚有提到，在兰屿跟绿岛已经有分别出现14级以及12级的强阵风出现。那另外受到地形的影响，在鼻头角已经有10级的强阵风，在台北盆地里面，预计在台风靠近的过程，在台北盆地还有在北部的沿海地区也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出现。那在预测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比较强的风力原则上是在恒春半岛以及台东这附近。到了下午之后，下午这段期间，在台风逐渐通过之后的话，强风在西南部的地区也会逐渐的增强。到晚上的时候，包含在澎湖以及金门地区，风力也会逐渐增强的一个状况。那所以以整个目前气象局在针对豪雨的部分的话，主要针对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跟屏东这里发布豪雨特报，预计在这些地方有大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容易发生。那另外在宜兰山区以南的地方跟中部台中以南的山区，还有在高雄屏东的部分，也预计有豪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不过提醒一下，在整个西半部，尤其中部以北地区，受到地形屏障的影响，其实比较强的降雨区域主要是靠近在东部的这个山区的部分。那受到地形屏障的影响，在彰化一直到嘉义这一块区域，其实风势跟雨势相对上不会那么的强。在台风通过到西半部地区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在南高屏还是会有比较强的风势跟比较大的雨势容易发生的一个状况。所以在整个定量降水预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白天这段期间主要的降雨，尤其是在东半部的地区，到了下午之后，西半部的地区才会开始比较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在屏东、高雄跟台南这些区域。到了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包含在澎湖以及金门的雨势也会逐渐的增强。东半部的雨的话，到晚上到甚至明天清晨的时候就会
渐的趋缓，不过南部的雨可能要延后到明天白天之后才会有比较趋缓的一个趋势。那最后提醒大家，台风正在接近，沿海的风浪都比较偏大，所以到海边活动要特别要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那在台北盆地这边受到偏东风的影响，也会有比较大的风势可能虽然天气比较好，不过还是要注意户外的一些盆栽或者是阴架的一个状况。以上这一节的台风最新动态。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消息问题？目前看起来路径的范围应该大致上差不多了，所以不会有明显的改变才对。现在主要还是花莲以南跟南投还有彰化以南地区，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其实是大部分受到地形屏障的影响。除了南高屏在台风出去重整之后影响会稍大之外，在嘉义以北地方可能受到的影响是有限的。是，路径大概要到下午到傍晚的时候，花东才有机会解除。那如果是整个西半部，可能要到晚上了。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是在中午或中午过后，那时间还是会依据它的速度的快或慢而决定。那这种台风在靠近的过程，其实整个那个路径会有一点点偏折，那速度上也会有一些，有时候会减慢，那有时候在更靠近的时候也有可能加速，所以这个时间上大概就是中午或中午过后。是，原则上应该是在台东以南啊，恒春半岛的几率是最高，当然也不排除稍微北或稍微南一点点。想问一下，这个台风的特性，它是比较需要注意雨还是？原则上，这个台风还是一个比较强的轻度台风啦，所以你看在兰屿跟绿岛已经有12跟14级的强阵风，所以近中心的部分风势还是蛮强的，尤其它进到台东南侧或恒春半岛这时候应该会有比较强，我们刚刚看到还是有12级左右的阵风，到了西半边的时候会有10级锁，高雄屏东甚至台南沿海地区会有10级左右的强阵风。那其他的话应该是雨的影响比较大，尤其在东半边花东还有宜兰地区跟整个南部的一个山区，尤其在高屏山区的部分会有比较明显雨势。那再来就是在台湾海峡重整之后，高屏还有台南沿海地区可能也有一阵比较大的雨势，不过这个时间相对上就比较短一些。如果碰到陆地的话，当然会受到破坏的影响会比较大啊。另外一个是因为在这个台风其实进到接近巴士台湾这附近的时候，整体的发展条件就会降低，包含在海水温度跟高低层的风切的部分都会变差，所以在要继续增强的机会已经几乎很低了，所以以轻度台风比较强的轻度台风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最高。不过因为它外围还是有比较强的风，所以其实在刚刚有提到在大台北地区有盆地里面还包含这个沿海地区，可能受到外围跟地形的影响会有比较强的阵风，所以刚刚鼻头角已经有10级的阵风，那台北盆地里面预计也有机会出现8到9级左右的强阵风这样。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这边这一节到这边，谢谢大家。